大家好，那个现在手上有贝局的举手，那有抓到皮卡丘的举手。好，我们在这边宣布，今天抓皮卡丘的分数乘以三，也就是昨天抓一只只会有一分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现在皮卡丘抓皮卡丘的分数是最高分是51分，所以今天你抓一只是乘以三倍。好，这个在我们 CTF 最后一天都成绩会 double 是一样的道理。好，所以说今天如果你想要追到第一名的话，请把握时间。然后呢，关于贪食蛇这一题，目前还没有解出来，我们有释出提示。我在这边再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提示哦，就是你如果打超过249分，你就会得到特殊的东西。好，所以说各位努力达到249分吧。不过我觉得你打到30几分，你应该不是人类可以打的啦。好，所以你知道意思了吧？好，那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的话，就继续奋斗吧，抓宝。